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个网友啊点了一个生炒鸡啊，我看看也应该做了啊。好，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咱们先看一下我这个备料啊，生炒鸡在这个市面上的炒法很多很多啊，但我做这个呢，还这么说，正宗啊，就是正宗炒法的啊。生炒鸡就是炒，不允许打炒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使用这个料啊是葱、姜、肉桂啊，不放花椒、大料啊，东北菜啊，有时候呢也是与山东菜都刮边儿啊，葱一节、两节、三节、四节、五节，这样就行了啊，这样就行了。反正你就记住啊，就是这些料，就是这些料啊。然后再看我配的这个啊，我这是没买整鸡呢，我这搁了一袋鸡翅根，这搁一袋吧，我还觉得稍微少点，后来我又加一块鸡骨头啊，这个呢鸡骨头里头有油啊，我相中这个油了，那、啊、有这个炒出来才香。我要改一下刀啊，哎，这样破开最后这一块啊，带鸡骨，完了还那什么这个油啊，看一下我咋做啊，小点块，小点块，不是指它吃啊，就是借它那个味儿啊，这个呢就完事儿。朋友们看啊，生鸡加入盐啊，没搁勺子啊，就这么样弄个八分口、啊、腌味五分钟就行，着急直接就炒了，是吧啊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葱、姜、肉桂、爆姜啊，不放花椒、大料，加入鸡块，我不宜做大，看啊，现在变了到方碗。生炒吗？上下让它串气儿，不能加汤啊。过去老师傅做有加汤的，在那个年代这个鸡啊，多数的净些大鸡啊，咱们说是老鸡，隔年的鸡，一长十来个月的鸡，炒生炒不可以啊。最好是按现在话说，那小肉是鸡儿，一个来月的、两个来月的、三个来月的，那是最好的了，但不是肉是鸡啊，笨鸡儿。另外呢，命名方法也不一样啊，命名方法呢应该叫炒童子鸡，这就对了。生炒鸡没有体现出你料是老实的，一摸这地方烫手，哎，这就说明问题了啊。这个上下串的还可以，然后你这样闻一下味儿啊，不行，为什么？让它要有点要糊锅那个意思，好在哪儿？有点稍加巧那个味儿，生炒鸡过关啊，略微带点无香那味儿，那就最好。好了，打开看一下，看看，看看鸡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是不是变红了？哎，还没糊，哎，这个就是糊啊，这就翻一下勺，啊，再盖上。朋友们看啊，我进来看完了，我翻一下勺啊，看一下啊，这个程度，这里应该还是油多，看啊，鸡里那个油再靠出来点啊。还有一个方法啊，炒着炒着吧，要看不行了，转圈这个脏东西多，你可以这样啊，然后呢把它拿出来啊，就这种东西你看一下啊，转圈那个血污下来那个渣子啊啊，这拿下来，但是呢你这个菜的味儿啊要讲好，就在这儿来的啊。朋友们看啊，这鸡儿来特写啊，来你看一下这个颜色啊，并且蒸炒鸡儿能把这个油还滴出来，你再看一下啊，油出来了，这个油啊变浪，
炒各种青菜，你再不用放肉了，只剩姜啊。朋友们，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开始广播了。不说不笑不热闹啊，不是我这人大老粗，天天板着脸说话，我也觉得网友会说这个人不太好。这样啊，咱们看一下这个生炒鸡。生炒鸡我方才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讲了，说能吃出稍加巧的味儿，那感觉太好，是吧？再进再进再进。好，我再夹起一块，再让网友看一下吃吧。说这个生炒鸡啊，说像生加巧稍加巧的这味儿啊，有几个吃过的，那还是从根说起啊。把这个菜炒了稍微有点糊香的味儿啊，外面呢个别的地方有点发焦那个感觉那个口味儿，然后呢肉质呢滑嫩鲜香，这是生炒鸡的特点啊。色泽不用说了啊，没有我这两朵花，这个色泽不太诱人啊。跟女人一样化化妆让我啊好看了啊。我先尝尝啊，我光说的说那个对不对啊，做没做出那个效果，那不用说，是还是可以的啊。你们在家你做做啊，记住啊，把那个肉啊，鸡翅也好啊，翅根也好啊，鸡块也好啊，剁成核桃块大小，或者比核桃块再小点，这样啊，这样像我虎口里头那么大一小圈那也行。然后呢要加入盐啊，这个海鲜酱油，就别搁味精了，也别搁鸡粉，要么的普通酱油味，那你就搁点鸡精，要不的搁点味精啊，一拌啊。炒完以后成熟了再不允许往里加盐加味精啊，一次生活啊，抓拌一下，提前闭口了五分钟啊，用着肉质鸡非常的好吃。不信的话你做一下子，我觉得比那个炖鸡都好吃啊。但两个特点，两个特点，我就觉得这种保证很多人十个人有九个人说是还可以，那咱做这个就没失败。好了，有什么需要网上给我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